来自啊各位朋友们呐、啊今天发型，前天发型是这个，没有回声啊。哦，前天发型是男二，今天发型男主角，好吧。感谢 Vincent 恤，谢谢你的超大火箭。为什么我听到这么大的回声啊？帅，我头发怎么扁了？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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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摩，可以。找敌方，挑选英雄。为什么不理你？你说了啥？我们该不会又要刷钱流了吧？这头发被谁抓的？我刚才去躺了一会儿，下午拍了个东西。今天这个好还是前天那个好？朋友们，有没有可以？你是不是应该投个票啊？是前天那个好还是今天这个好？安琪拉 ，Good。高不好，油头最好。前天的那个比较温柔，这个比较狂野，好吗？还剩五秒。Let's go。就是把我嘴巴给挡了。谢谢大仙的房东姐姐。我房东是个男的呀。好吧。谢谢房东姐姐，谢谢谢。什么？你为什么要取这样的名字？你取这样的名字会让人产生联想跟误会，好吧？大仙的房东姐姐，你看这个标题多，你看这个标题多吸引眼球。网红男主播与他的房东姐姐，哇，很有画面感。好，没事儿。为什么没事呢？因为我会一波抢到。好，丢慢了，干得漂亮。还打？开始撤退。这什么意思？我们怎么崩了？打了他一套，老虎不在？玩个鬼！我很烦。这不就有点小炸裂吗？我的朋友，你觉得呢？请求集合。逆风出法穿，推一下，推一下，漂亮！现在再回中路，
对吧？你好，这边来反我的这个蓝 buff 了。那我们先不慌，为什么不慌？优先刷兵，兵刷完再说，再往那边走，是吧？一手一技能打残他们，踩了一脚，好，再见一个，好，好啊，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好，给了个蓝我，谢谢谢谢。即使我们身处不一样的地方，但是进行了一波友情关爱，谢谢，好吗？原谅我。不急，他丢技能他死，懂我意思吧？现在我们就有蓝 buff 蹲草，一套技能可以秒。他不过来，那你这个时候一定要小心的，因为这个刘备不在，懂我意思吧？好，谢谢扶我起来一打五，谢谢你。我也来帮帮他。我们现在干嘛？我觉得要先做回响，这样我跑得快一点。完了，我感觉上路要拜拜了。好，上路没有拜拜，他们这一盘肯定要输了呀，选了个李白打边路，这不开玩笑吗？你们觉得呢？这李白打边路行不行啊？那肯定不行了嘛，是吧？有一说一，这又来反野，哈，节奏全无，炸裂，是吧？又想反蓝，开玩笑，他在这边，在这边，青野怪打不打？与之一战，想刷大别怕，往这边拉，一手一技能打一套，拉走位，不着急买装备。他这边要出来，等这个李白出来的这一刹那，这边顶了个大刀，往这边走，怎么打？啊，一技能大刀，这，是不是复活有用？起来，再见。当然，没事，再往中路走。你这该刷兵的刷兵，该支援的支援，这盘就这样很随性的打过去了呀。你觉得压力大吗？很简单，这个安琪拉还不练一手，马上新皮肤就要出来了。你不练他的话，那买新皮肤有何用？对吧？谁说安琪拉不能上高端局的？你看我这不是玩的风生水起吗？对吧？开心，问题不大。小走吃药，拿蓝再见。先知再说，这。好，这个人应该死了，被踹到墙上就没什么话说了，拜拜，不管，刷我的中路，懂我意思吧？是吧？这把不就有了吗？他这边给了个大招，那又如何？等我，我的朋友啊，一技能走一套，打他，买装备，走过去啊，一技能打他，我这，好，都死了，再见。是吧？我们简简单单拿个助攻，拿个助攻往中路跑，游戏结束啊！那还用说吗？哎，这个人头还是我的，我都不想拿人头，是八百里开外给了我个人头。那现在怎么办？是吧？回头去刷自己的蓝 buff 不就完了吗？感谢发儿加油的飞机，谢谢。啊，谢谢发儿加油。好，开始，是吧？你这个打野怪的时候，你尽量说两个野怪一起清啊，好吧？懂我意思吧？这样高效一点。哎，你这个野怪哦，可以。现在出装有点混乱，但已经无所谓了，因为已经局势大优了，10-1是吧？本来说我们这边率先交出一个人头，你以为要爆炸了？哎，这一套有两把刷子哟。这个达摩挺自信的呀，你看我啊，一这啊，当然这一波跟我没什么关系，我们马上把这个激光给收起来。开始推中路塔，他顶一下，我这边二技能砸到他，烫他一技能打一套，拉丑位不着急，6秒钟后面有大招，往这边走，开启大招震一下，他往这边拉，是不是讲道理这么大？再见，闪现之，这，是吧？不讲道理啊！可以，我这波有点跳。讲道理，我先以为我闪现进去开个大招会很欢乐，结果出了一丢丢小问题。
哇，为了杀个中午宴不容易，没事，节奏还在我们这边，把这个回响之战给做出来。我这个头发在这个角度看是帅的，在那个低头的这个角度，在这个低头的角度好像就没有那么飘逸了，有点羞涩。这边蹲，三啊，一找你，这，好，我要再见了，我应该要死了。吃药，阿技能。没事，能杀掉刘备我非常光荣，好吧，这一波刘备倒下，我们队友自然而然会找到一波合适的节奏，懂我意思吗？没有开播提醒，假的吧，我开播提醒点了两次了呀。Let's go。请求集合。这个化妆师以后就收下是吗？这个化妆师还可以是吧？别总是对我的外貌进行评价好吧，虽然我会害羞的，好吧，你没感觉到我说话分贝都变低了吗？你这样跟我聊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的话不好吧，我这不是那种，我又不是颜值主播，好吧，请求聚合，蹲草，送了一半的人头是吗？那我吃个大谢罪。现在要开始推线了呀，他们这又没得玩了呀，现在就这个武则天稍微有点小优，其他的都还好啊，我们蹲草一波，鱼之一战，记不记？好，没事，继续蹲，有红 buff， 我很兴奋，我去拿个红。什么意思？讲道理，打他，打他，这，打这个位置没有必要再滋了。他开了个大招，我并不能把他控到，有点烦。没事，买装备。请求集合，推塔，干得漂亮，吼个大招，对，没错，再往这边拉，我反手二一技能，再见一个，再见一个，是不是？吃口药，往那边走，大招马上有，怎么打？怎么打？怎么打？就这里打，这，是吧？永远不慌，作为一个很稳的安琪拉，你要始终知道用大招起手，啊，有队友帮你控，你大招滋就完事儿了。谢谢谢谢，你看这个队友多好。话说好像我昨天听闻了一下，这个可以优先抽到那个皮肤，你们觉得需要我去抽一波吗？但是他那个抽的那个渠道好像很奇怪，是你要充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会员，你充了会员后你才有资格去把那个抽了，你觉得我要去抽吗？然后我看到别人说还挺难搞的。不过那个抽好麻烦呢，他不是在这个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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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在游戏里面抽啊，他是好像是买个什么，买个会员什么的，是视频会员吧，腾讯视频，哦，对对对对，看来有同学已经抽过了，就是你是腾讯视频的会员的话，你就可以抽，抽就完事儿了，这么跳的吗？你充了三个年费，你充了三个年费，你抽到了没？太亏了，别抽，是吧？就为了这提前两天体验，强行抽一波，好像是有点地主家的傻儿子的感觉啊。他出来我就直接开大，我要把我的大招当控制，你懂我意思吗？快到了，他死了，这什么鬼？他大都不开，这人会不会？是，回不回？他怎么不回啊？哎，你不要刷死了，朋友。好，这个人应该死了，再见，拜拜。
三二一起，哎呀还闪现，有两把刷子，好，问题不大，最后一波了，吸波血 A 一下往这边走，看这一手，我跳，我二一，我大，这我感觉很好。你试验了是吗？是不好中啊？抽不抽啊朋友们？这还银牌中单，受不了了。我觉得我打安琪拉真的是越来越有天赋了。给他点个赞是吧，我这个名字就不方便读了，好吧，这个大家理解。不抽。好，感谢办卡的朋友，谢谢。过几天6块钱就有了。他是什么活动啊？我们看一眼吧，好吧。音乐盛典，城市赛第四周报名。哪几个城市啊？哎，你先别闹。哪几个城市啊？王者城市赛。嘉兴、洛阳、贵阳、桂林、合肥、长沙、黄山，你们有去的吗？我感觉大家都比较忙啊。哪里抽啊？我怎么没看到官方有活动啊？抽谁呀？抽那个呀？抽那个最新的这个皮肤啊？就那个什么鬼，那个安琪拉的那个皮肤啊，法师安琪拉，厨娘当家，他怎么没？哦，就这个呀。16号，就要等几天？16号，如果我抽到的话，我就比别人优先体验6天，这好像是一个可以炫耀自己是傻子的机会。你是不是要把握一下这个机会呢？但你抽不到呀，哈！你在挑衅我吗？像我这种人，运气很好的。感谢张大千的黑伤粉，谢谢你。黑粉就黑粉，为什么还加了个伤字？黑到你有点淡淡的忧伤，我是黑伤粉，是吗？这么可爱的吗你？多丑啊！还好吧？你不能因为他到时候卖只卖6块钱，你就说他丑啊？你这个人很过分的。是不是小叔飘在天空上咯叽咯叽，挺开心的吗？信我，别抽，好吧，不抽就不抽，打排位。好，谢谢六张大千，谢谢你的飞机。抽又得会员，又得皮肤，比游戏里抽皮肤好多了。你怕是腾讯视频的工作人员吧？他给我们分析道理，你看，你这个东西抽有多好是吧？你既让这个腾讯 VIP 会员延期了，你又有机会得到皮肤，哎，这么实在的一件事情，你干嘛不去呢？是吧？我这乍一听好像挺有道理的，他一下差点把我说服了，我真的是没记住这个 ID， 他该不会是内部人员吧？这个兄弟。不是啊，他在给我洗脑啊，我这没说呀，是他在给我洗脑，好吧，
你这个又得皮肤又得会员怎么不好了？反正你这个视频也是要冲着去看那个什么魔道祖师的，你就冲着不挺好的吗？他一下把我说，难道你不看斗气画马吗？啊，斗气画马这么好看，你不冲一个，对不对？是吧？还有这个魔道祖师，你总要看的呀，你总要看的，你就冲嘛，冲了后他就抽了嘛，是吧？他这样一说，我觉得有道理呀，是吧？我这样一抽，我这样一抽，老马不就亏了吗？是不是？我一抽，哎，我这又有会员，又有皮肤，嗯，麻花藤亏了。选英雄，选英雄。我在一楼，他没有战术性指导吗？阿摩先拿了，拿了。谢谢夏末六六六，谢谢你的飞机。有个充了只有会员没皮肤的。太帅不辅助，哎，六块钱的东西你非要花几百块，为了就是抢先体验呢，对吧？你这个什么手机刚上市的时候不就是为了抢先体验一波都是花高价的吗？其实你这个过一两个月那个价格就平下来了呀，好吧，都是为了抢先呢，就看你愿不愿意花这个抢先这个成本了。好，谢谢办卡的朋友，谢谢各位。走，去上路吧。我要帮这个露娜打一下野怪，不然她打得太慢了，你这该帮就要帮一波，好吧。荣耀63颗星了，没有啊，你说你看到的是排名63，我是16还是17颗星忘记了，没看到。这基本上这个高端局就是打前期了，完了他们这个阵容冲进来太可怕了，我们要不赶紧走吧，想怎么击倒就怎么击倒，打不过呀，完了露娜炸了。要不算了，你这肯定也打不了了呀。他们一手这个东皇家这个前期都是前期英雄往里面冲，拦不住的。哟，下路的人过来帮忙了，我过来了，我不知道我来还来不来得及啊，我来了个急个鬼，我赶紧跑了，快跑快跑。我感觉露娜日子不好过了，她现在才一级。想一下，跟她玩一波，玩出事了。
没出事。哎呀呵，小丫鬟，有闻到？还打不打？知道错了没？是吧？他你往那边走的时候，你肯定要判断他，就是他那个技能连招连完后，这个东皇他肯定是往你脸上走去，二技能打一个直线嘛，对吧？他要丢二技能的时候，你往侧边位走，哎，你看这一套操作逻辑就把他们给秀了呀。但是我的塔好像没了，哎，好烦呐、啊！能别跟我一战，让我安心等个四好吧？嗯，先骗他技能。啊！骗了个鬼，两下哇！这我的工作就是碰大，我怕是玩了个假游戏吧？这太恐怖了吧！这真的就两下，加石化加平 A， 我整个人差不多要不见了呀！哇，兄弟，很强！像我这么伟大的拳手，我谦虚什么？哎，怎么是你的？打他！痛死我了！太痛了，太痛了！这个人打我！啊！错！不打！稳住，稳住！来，局面稍微有人头优势啊、哦！谢谢六八八，装八王，谢谢你。嗯。感谢你的火箭。这个野外可能要被他抢，你这个无可奈何，他这个伤害实在太高了。现在我不知道他们那个，哎呦，好痛啊！太假了，这个前期这个兄弟这个伤害打我两下，我真的遭不住。我们刷刷野怪吧。这么伟大的拳手。赶紧刷，请求集合，来朋友，等等我，马上到。思考一下，买装备，请求集合。好，这一波又有机会了，他们要炸了。六级，对，这人有点大。可以，两下把我打死了，我很烦。这个人有点东西，我以为我闪现还可以再躲一波伤害，结果他丢了个什么？丢了个元气弹还是怎么样？而且二技能打我这么多伤害，受不了了。其实我刚才让东皇大我应该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如果我提前把他踹到墙上的话，早点把他秒掉，好像也结局比较好。但是我是想把那个大招留给诸葛亮的，因为我觉得平 A 可以把这个东皇给打死，就没必要丢大招了。结果这一省就省出事了。现在我们要慢慢打起来。他个一技能，伤害衔接不够。就你到后面这个，他作为前期英雄是很厉害的，但你到后期这个中无艳是不行的，懂我意思吧？思考一下，还能玩不？继续上路弹，把这个攻击装都做完。宗师之力，宗师之力真的是这个东西，你把别人踹到墙上打两下，你只要出一下暴击就很无敌了。他那个暴击拳真的很强，好吧？这个版本基本上就是玩达摩的都是出拳输出，没有再说做半肉的。之前还有些人会做半肉，现在就完全看不到了。那下路应该是把他们要打崩了吧？我们看一下这个典韦死不死，挑个大招 ，OK。我们怎么办？绕一下，绕到了。等个一技能再接大招，好吧，朋友们，一技能 A 两下，接大招 A 两下，他死了，再见。呀哈！我这已经进行了一波完美连招了，已经是我这边最大的伤害输出了，是吧？你是一三二一三打这样的最大连招，极限输出，这人居然不死。
他是玩了个假游戏，没有办法，这不死怪不了谁。蹲墙边，他就不敢过来。好，他弹被动，不急，他站在这里，你不可能杀他的，对吧？他这个被动在手上，刷个大招我还挺紧张的，说实话。能跟他打吗？那就让他把这个塔拿了吧，你不要跟他折腾啊，因为你这一波操作风险系数太大了，他二技能踩到你脸上，给了个一技能，给了个大招，说不定你死了，好吧？那至于我们能不能杀他呢？不好说，我觉得这一波不要打。他捏这个二技能，捏这个闪现，等一下反手把我们秀了都是有可能的。上路继续带，把这个塔先拿掉，是吧？你这个最主要的事情就是拿塔，自己上路打穿再说。你达摩不要前期不要到处晃，除非说你线上已经打出很大的优势，你把这个兵线恨不得把别人按在地上锤了，你可以到处晃。但我建议不要到处晃，你安安稳稳的把自己这条线给打崩，打崩然后再游走就好了，明白我意思吧？不急。思考一下，吃个药，蹲个草，马上会有人来，好吧，你要这边蹲着。我走，信不信？追不到吧？我这个大招怎么一个都没踹到墙上？可以，我感觉很好。啊？直接血残了，我的天！开始撤退。这只能嘤嘤嘤嘤嘤了。跌倒多一次，就是成功。有点难受。好了，我既然放出这种比较燃的电音，可能我这一把就要秀了。嘿，我秀了。主宰没了，你的攻击缺乏欲望。这玩个鬼，这样主宰没了。暴击呀，这都不暴。好，这么伟大的拳手，继续杀。等破军，思考一下，这人什么意思？玩不了吧？请求集合。等一下，蹲草。等等我，马上到。有了，问题不大，是吧？他刚刚阴了我一波，我反手阴他一波。他塔下含住我吗？先推，一技能控一下，二技能打一套，再见。吃口药，他反手大招自己也是秒死，那这里好像可以上高地，他没过来，不慌，带兵线卡住这里，顶他一下，有没有？好，踢到墙上，斩杀脚，宫本在屁股后面，给了个大招牛魔，给一技能 A 两下，接着哒哒哒哒哒，完美。什么意思？推不上去，那行，带兵线，后面。后面，他劈大招控一下，再见，是吧？这一套是一定要给的。你稍微控一下这个典韦，这个典韦就，好，我这个血量有点长，我就不浪了，不急，先刷，买装备，等破军，开始撤退。哎，我。我大招怎么没按？我大招没按出来，可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大招没按出来，可能我手上有点滑。我这踢个大招，他们两个不都死了吗？这才是最气的。开始撤退。
没有办法。嗯，这个龙王喊的可真快。像我这么伟大的拳手，哎，我真那个大招怎么没按到啊？我紧张。这再按到了吧？是不是？带中路，等破军，破军过后直接补名刀。蓝没有了，带上路。嗯。啊，破军有了，直接补名刀。啊！这……好，谢谢阿尔法骷髅，谢谢你的公爵，感谢范儿的火箭，谢谢谢谢。啊，我这怎么踹诸葛亮像中了毒一样的，我就踹不到他了。我这才是最气的，什么鬼？好，两个大招，我的天，完了，被卡在这里了。完了，墙的问题，应该不是墙的问题吧？我怎么达摩这一把玩的这么蠢？我有闪现了，就看我这一脚了，朋友们。他有辉月，不好秒，等打团吧，不单带了。现在他那边控制太多了。露娜想飘有点难，他们一个龙王是吧？一个龙王一个宫本，露娜飘不动，草里面有人，还有石化，要面对的问题太多。开始撤退。他说不打，对我们等这个，我觉得现在我不要冲出去了，冲出去好像意义不大了。我不停的去保我们这边的鲁班就好，我要改变一下思路，本来说要闪现开一波的。后来我觉得没必要，我开进去，我这边他们那边打反手的人太多了。啊！这么可爱的吗？那这一波不就翱翔了吗？还有这一波不就炸了？这一波了呀！这什么鬼啊？这就赢了。呀，可以，我就这样吧。我以为他没有大招，我闪现过去踹他一脚回来，游戏结束的问题。你说气不气？这什么意思？我感觉很好。幸福来得如此突然。嗯，我这是什么发型？侧边飞机头，我自己取的名字，喜欢吗？嗯嗯嗯，1500万订阅了，冲呀冲呀冲呀！现在1498万，差15000，不是很难吧，朋友们？嗯嗯嗯，是吧？这个在手机面前，在屏幕面前的你，此时还不打开注册按钮，注册一波，不要躲在后面看了。嗯，注册，点一波订阅，嗯，好吗？嗯嗯嗯嗯，只有脸大的人才能帅的发型。嗯，好，谢谢人间不值得呀，谢谢你的飞机，谢谢你。嗯嗯嗯嗯嗯嗯，感谢办卡的朋友，谢谢。行不行？今天这样的行的话，我就不用再去
再去寻找化妆师了，你不觉得到底行不行？嗯嗯感谢办卡的朋友，谢谢。鲍鱼老吞你弹幕，你是不是刷太快了？什么？感谢小飞碟，谢谢谢谢。大仙化妆是参加活动了吗？没有啊。不是13号要参加活动吗？13号要参加活动就。我不是解释过这个问题吗？是解释过我跟是吧？周某某的这个事情是吧？因为怕大家产生一些不必要的误会，所以说在试这个化妆师。我方禁用英雄。好吧，你非要我把这个事情不停的说吧？感谢办卡的朋友是吧，在早些年间，也就是去年的这个，应该是去年的夏天还是今年的夏天，那个斗鱼嘉年华的时候是吧，满场的人在寻找我，找不到啊，好吧，很烦。感谢688很 happy。谢谢办卡的朋友，谢谢。今年呢是吗？哦，是今年的事。哎。眨眼之间都过这么快了，我这玩谁？完了，他们要刷钱流，他们刷钱流，我就准备用我的蔡文姬去制裁他们，好吧 ？OK， 他不让我用蔡文姬，那算了。为什么你现场那么胖？膨胀，那天很热。有个物理吧，感谢每晚7:30左右，谢谢你开通的游侠，好吧，我是不应该这样，怎么能因为这个喜欢我的朋友多了一点，我就是吧一陷下去就膨胀起来，是我不好。来一把盾山好吗？你要看阵容的，这个盾山是能瞎选的吗？你开玩笑！我们来。好，谢谢688侧边飞机头。哇，这刚取的名字他就拿出来用了，真是秀的不行。感谢这个游侠，谢谢你。全军出击，他上还是下？他下，那我上。表情。感谢办卡的朋友，谢谢谢谢。你这人什么意思啊？呀呵，有点东西，不允许他有东西。哎，原来是这样的，
人这么聪明的吗？别死了。哇，这么秀的吗？哎，有没有搞错啊？我还以为我要秀他，他一波小走位躲了我个技能。哎呦，好烦哦！完了，我们这边又被反烂了。完了，这两个人全部炸了，这什么鬼？还能玩吗？玩不了了。哇，直接穿。哎呦，还是达摩强啊！你这不得不服这个版本。说的好像橘右京很强一样，这强个鬼！原来达摩，哎，他这个达摩打的这个套路可以啊，直接断兵刷一波，刷一波，然后直接打个壁野怪，强二级，直接刷野，哇，厉害厉害厉害！会玩，有点东西，学到了，你学到了吗？但我学到了，我也不需要。我达摩不需要这种花里胡哨的。我感觉他刷野好慢呢，我把野怪都打了算了。哎，一技能丢歪了。他应该没大吧？都去支援了，这暴君肯定没了呀。撤吧，朋友。我可能要去游走了，我线上不好杀人。死了一个，我买了个游走鞋，我都晃起来了。我现在唯一的说是这个项羽得动起来啊，这个项羽不动打不了啊。哎，我上路不会没了吧？保护我方防御塔。完了，真的没了。哎，有一波好伤啊。等一下，别打别打。对。OK。看能把这个上路给推了。他应该跳到这边野怪也要打这个野吧。那就打这个红咯。这红也没打，上路继续带，不急。啊，出了这个游走鞋好像没发挥出特别好的功效啊。上路塔尾带不掉，我还是去蹲中路吧。等一下这个达摩肯定要清线的，我们把中路抓一波是吧，我还好没在上路混。往中路蹲。那么给他一套。他给了我一套，我的腰。刺激。打到空了，踩了一脚，一直刷，给了个大招，震飞两个，一个大招扫不动，没了，完了，根本就不能蹲呐，去上路要好好补兵了，下路也没了。哦，这一把好像节奏炸了。好，谢谢不慌，吃口米，谢谢你。又啊没了，这我真的是，哎呦，被这两个人折磨的不行了。有没有搞错？这种复活你敢信？这玩个鬼，有点难受。这怎么打了？
七七，你只能等后期了呀，这后期能翻才行啊，翻不了就炸了呀。他们那个复活太恶心了呀，这太乙真人这个版本还是有点强的呀，就像我们这种单秒流不好打，太乙真人顺起来对方经济比我们高，怎么打都很吃亏。遭遇了，那我要先刷上路这波兵。我直接没了，没了就不用管了呀，两个人都死了，管都管不了，不理了，刷兵线去了。没办法，绕这啊，这个人名字我怎么看到了自己的身影，这人我怎么一看到了自己啊，是我的错觉吗？这个张良的名字有点蹊跷。他杀我的那一刹那我看到了，能不能给个好友位，给你一个，给啊，我拉错方向了，哎，傻子咯，炸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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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打呀，我还是觉得这个橘右京虽然这个版本比较灵动，但是是我这个二技能捅的不准还是怎么样，我怎么感觉打不出原来这个线上的这个压制能力啊。他把他顶开了，哎，不是吧朋友，完了，爆炸了，没得玩了。是我真的觉得他讲道理应该是比之前厉害一些，但是我怎么打不出来这种感觉了呀，还是没达摩好使啊，打边路。打得好打得好，前期反野反得好，是不是怪我第一波失误太多。可以，一定是我二技能有问题，我已经看出最关键的问题了，我对我的二技能完全不自信。完全没把握到他那个标准范围，总是这个二技能丢出去的时候想当然了，这个问题很大。你们发现没，不能等破军了，守高地慢慢玩吧。你看我这个二技能绝对想办法，是不是？我回想起我数学老师给我说的，经常给我们上课说的一句话，是吧？很多东西就想当然了，不好好审题，是不是？通通通。都认识，怕是个妖怪吧？啊，我这算了，这一波我就爆炸了。可以，哎，守住了。翻盘了吗？别放弃，我感觉有机会。在他们打字的这一刹那，我们找到了翻盘的点，你们发现了没有？啊，其实我觉得橘右京应该去打野，
有一说一，我是不是应该来一盘橘右京打野才是对的？我记得我橘右京线上总是打输，但我这个橘右京去打这个打野是赢过的，而且还是赢得很漂亮，你懂我意思吧？你这个船非要给到我吗？你这个妖怪！哎，我们为什么要出去？已经没有任何出去的理由了呀。那这一把真的是要炸裂了吗？能不能再给一波的机会？我觉得有戏。好了，爆炸了，再见了。这一盘碰到热心水友了，被热心到了，我感觉很好。玩橘右京舍不得丢大，大招要钱吗？没错，输了就是原罪，好吗？你输你就没什么好说的。是，大招不要钱，我没丢，我的错。好，谢谢办卡的朋友，谢谢。画眼妆了，你这个小机灵鬼，怎么说这么多东西呢？你还知道眼妆啊？你怎么懂这么多呢？这直播间不是80%都是男生吗？你还知道眼妆这个东西？好，谢谢办卡，谢谢。他玩打野，我决定打一把中单，先帮他抢达摩。当我不喜欢看到这个英雄在对面的时候，我就选到这边。好，谢谢半卡。好，他们那边那么多控制，等于说你们这一把意思是让我玩肉咯。我思考一下，我这把玩哪个肉才能逆转乾坤。这把的肉要好好想一想了。牛魔会不会死得太快了？牛魔不好配合，我再想一想。鬼谷子被ban了，我再想一想，就牛魔吧，稳一点。可以，很尴尬。鱼，你千万不要选鱼，好吧？鱼这种东西，它虽然解控，但是你经常解完控，你这个队友都差不多死干净了，没必要，好吧？
什么我好看一点就一天到晚相亲，你怕是个妖怪吧。嗯，这么操心我这个人生的重要的事情吗？啊，没有，就是120点生命值。你看你又不懂了。又在对面。好的，让我来疼爱一下他。在对面是吧，刚才打我。你知道错。你知道他会干嘛吗？他会来偷这两个小野怪，而我站在这里阻拦他。他敢过来是不是开玩笑？你是不是想偷这两只小野怪？被我拆穿了吗？这不很羞涩？羞涩就对了。等他过来，我要藏这里。他不过来，哎哈，是吧？我们这边偷这两只小野怪，哎哈，发什么？与之一战，没想到吧？我在。怎么样？是不是很舒服？他这不死了吗？哎，这没死，等下个一技能，一刀，再一刀，再见，漂亮。哎，来，让哥哥疼爱你。去哪吗？不去，因为我在这儿。怎么舒服？你感觉好不好？怎么样？是不是我对我的水友就是这么好啊？对吧？加好友干嘛呢？当然是有一些特别的疼爱啦。没事，我在这边。没有。嘿，哈。啊、哎，漂亮！左右横蹲，我感觉很好。来，放血。我顶横劈，再见。请求集合。OK， 这个人应该死了。他不敢踩的，他踩他肯定也要死。他不知道我在了，可以，他已经羞涩的不敢出塔了。我感觉很好啊，就是，看到没，这么羞涩的吗？不出来吗？出来呀，我们一起嬉戏。打上路吗？行。请求集合。我来了，别怕，给个大，我顶一下。然后再去中路，是吧？左右横蹲，岂不美哉？我的水友一看就知道是我了。请求集合。我在蹲这边。这个人要死了，然后他想去支援，是吧？想去支援，我顶一手啊，横向劈 A 两下，是不是？啊，我感觉很好。横劈，重顶，吃药，买装备 A 两下，再横劈，再 A， 再重顶，我顶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开玩笑。没事。哎，哦，他把 A 到塔下，那问题不大。我感觉这一波就很完美了呀！啊，谢谢阿尔法骷髅，谢谢你的火箭，你看，是吧？大家都很期待打游戏互动嘛，是吧？我们这一把就跟这个水友进行了一波亲密的线上互动，他在线上，我在这里，对吧？你看多好，他一定感觉到这种非一般的亲密互动，我感觉他应该感觉很好，你觉得呢？你觉得呢？是不是觉得很好？好，再往这边走，不急。我现在是没有闪现，我不好一波把他打死。哎，这里你不要慌啦，是吧？这人很多，我横劈，我给一顿，他死了。好，这边又过来了，再讲道理呀、啊，道理在哪？道理在这一顶，我
我吃口药，可能我这一波就要死了。他是不是有大招？这个塔怎么说？我往这边走。哎呦，我找个鬼，我什么鬼？想帮大仙。口头去说明这个针对情况是吧，后面可能他刚刚遭遇了这个团战，他来不及打字啊，我们都可以理解，不慌，因为我在给一顿给了个大，不慌，我顶一下，好，他死不抢人头，完美，请求集合。嗯，他刚才血打到一半，字来不及敲了，我们可以理解。请求集合。嗯。我是山大王，我是山寨大王。嗯。好，既然进行了一波辩解后，他说。我说的很对，他都要咬我了，我能理解是吧，但是我们正在跟张良亲密互动就不说了，赶紧打暴君，请求集合，我有闪现，这波团战我能开，我好烦呐，来跟着我走，我的朋友，不急，这一把我们能赢，哎，这老虎恰似带了一波，好像有点伤，好吗？嗯，买装呗。嗯，嗯，嗯嗯嗯，嗯，嗯。看一下这把怎么赢，哇好烦呐，这个人请求集合，让我们好好玩，嗯，我觉得他有点问题啊，这个兄弟怎么开始浪起来了，我在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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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扛够了，扛够了，让他们收，问题不大，啊，这一把应该能赢。啊，这个主宰刷了，讲道理。是的，是的，是的，打主宰，打主宰。嗯。把技能都甩了。溜了溜。这个老虎半天不下来干嘛？啊，撤了撤了撤了。我们先把这个不祥之兆给做了，好吧？你已经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好，他要蹲。夏侯不好杀吧？我觉得他这个伤害应该不够啊。不急。思考一下，嗯，我们需要最好有闪现，大闪开一波，游戏就结束了，你懂我意思吧？别人控他吗？没有控，没有控就不急，下路要打程咬金，那我们把程咬金给包掉，顶到了，横劈，他给我大吗？并没有，好，就这个位置，大一波，把这个路口卡住，给一个盾，不急。往这边走，一个大招踢到，再顶一手接横劈 A 一下吃口药，他大招含住我啊，稍微等一下，哎，这个人就把我
这么无情的吗？我觉得喊到我就可以了呀。嗯。很烦。这边一波了。嗯。好，两下、三下、四下，漂亮。解个大招，溜了，漂亮。嗯。这老虎怎么又回去打野了？有阴谋啊，这一把。啊，谢谢东门下霜，谢谢你。请求集合。感觉他有事儿。蹲一下，蹲一下。去这边是吧？我们要大闪开到商量，问题就不大了。啊，这边想下来。我们肯定是去吃大招的人，先横劈，不着急，往这边拉，要包了，包不包得到，先留一个再说，留不到横劈，留不留，留不留，没想留。啊，这个同学有点眼。这个是真的有点痒，好吧，这个老虎突然搞起来了，又要进入演艺圈了，我很慌。好，谢谢为自己，为自己最值得悲哀，谢谢你。胜率这么高，怎么卖起来了？是啊，他问号了一波，觉得自己操作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这个时候，我们都闭上了嘴巴，不敢跟老虎大神说话，太可怕了。等一手啊，你这波都不要开，不要开这个，不要开战士，也不要开前排，你一个大招要么打到纳可露，要么打到后排法师，不然都没有任何意义的，好吧。最好等一个闪现，那看来只能推下路了，朋友们不着急。老虎站得比较靠后，不着急。他这个比较会吐槽，你比较敬业的，是的。老虎在非常安心的打野。打不打主宰啊？我们看一下老虎的行踪啊，穿越过来了，他这波居然在帮忙打主宰，思考了一下，咬了一口，然后红 buff 刷了，去拿红了，看一下，不着急，对手陪我们队友拿一手红，好，老虎在这边蹲人，你看到没？哎，对面的人都在高地，啊，我们就中路草丛蹲一波。这里又有野怪了，老虎很兴奋，过来拿这个野怪，问题不大，带中路，看看老虎有什么精彩的表演。这把全场的焦点就在他身上啊，跳了一手，再往这边看，哦，又有野怪了，那应该还有事情可以做，打野，再往这边看，不着急，能不能上去？先买装备，看一眼，这，可以动物园。演起来了，哎，你看我们这边老虎又在打野怪了，那边的人也开始演起来了，两边飙戏飙得不亦乐乎，我很怕这两个肉，
打不打？这边开启团战，一手辉月，完了。张良、东皇两个咬，一手复活踹到墙上，还能打吗？救不救得到？给一手大盾，大盾给完后，给一手大招闪现拉一下，顶一下，横向劈减伤害，吃口药不着急，往回打。好 ，OK， 这人死了，给了个大招出来，再往这边走，我的队员复活了，顶一下，不急，横劈，哎，啊，继续输出，我在扛，我在扛，我在扛，扛不扛得住？扛不住了，给了个大招，往这边走，横向劈，完美啊！那这一波应该就上去了啊，我们看我们老虎。老虎在自己家野怪打得很开心，一手拉走位，一手横劈，再见。好，我再见了。好，姗姗来迟的老虎应该是决定陪队友去把这波兵线给推了吧，但是没有，他转斩是不是要打这个蓝 buff？ 哎，可以站着不动。那这里哎哈啊，最后还是兵把这个推掉。下一把，哇，这都行。怕是假的吧，这个都举报不了，太可怕了。他为什么要演这种演艺圈的东西，你不要知道就好，好吧？跟你解释不清楚，太复杂了，好吗？他只是比较喜欢打野而已，好吧？这怎么能叫演呢？你看系统都没判定他是演啦，打野怪打得很开心呢、啊，对不对？刷刷野怪，免得别人拿到我们这个，免得这个一下王者峡谷主宰一打，风云变化是吧？一下这个野怪啊，都变成了恶魔，直接把我们的高地跟水晶都推了是吧？他也担心这种情况啊。啊，很多人就问这个主宰一杀为什么天气下雨了，啊，有人施法了嘛？你看，这一波施法可能施到这个老虎身上了，他像被下了降头一样的。哎，不能去推敌方水晶，只能掌控这个峡谷的野区、啊、他有他的玩法啊。谢谢六八八元宝，谢谢你，感谢办卡的朋友，谢谢。我方禁用英雄。嗯，我怎么感觉这个一楼，哦，这个一楼是对面，这盘可以，哇，真的是，我是说这个名字怎么突然让我觉得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盘可以咬了吗？可以，你选个东皇好好咬别人吧，好吧，你别咬我，我怕。这个兄弟怕是有毒吧？我不想跟他讲话。嗯，可以，他选了个咬老虎去咬别人，那我觉得问题应该不是特别大。哇，他这样给我好多压力啊。他中 ，OK。嗯，你看，是吧？很气。我选一手太乙。我去上个厕所。
剩五秒。王者荣耀，敌军还有五秒到达战场，早起，做好准备。哎，我把他屏蔽一下，我怕他这个瞎说话出事了呀，好吧，我还是有点慌的呀。嗯，你别好，你我好好辅助你，你别说话了，好吧，我们好好打野关，我不想跟你讲话。这人讲话我接不住啊，很可怕，你知道吗？快，陪你刷野，别说话，好好拿钱。吃口药。不许他讲话，他好好打野怪。好，医学已经出来了，是对面的。啊？这个我好像可以有点坏想法。我坏个鬼，这个炸弹时间过了。请求集合。哎呦，他这个血量回起来了，打不死。挨蹲了，我本来准备闪现过去炸他的，但是我对自己的这个一技能时间把握的不是很好。他怎么到我脸上来吃炸呀？这么可爱的吗？我本来都觉得打不了他了，他跑到我脸上来挨炸。可以继续跟着他是吧？就是你现在太乙真人这个加钱太凶了，你跟着他就发了财。你一定要跟这个人呐，不然你这个被动太浪费了。这个加钱很强的吧，35%啊，你刷一遍野区，相当于刷了1.5倍的野区了，这个很关键的，这个被动。啊，别，他绕起来了，哇！我哎呀，我早知道不过来啊，真的是买一送一了。我这还非要过来强行救他一波，救了后自己都死了。买冰心。是吗？哎，这没拉到，完了！啊，这样打容易崩盘呢。别吧，哎，没到。居然不让开大的，我被克了。哎，我，啊，这个太乙真人不是可以东航这个咬住的时候，哦不，东航含住的时候不是可以这个丢大招吗？这玩个鬼，这真的才是爆炸。
难受啊。陪他打钱吧，等后期了。这么可爱的吗？出不了冰心了，先出不祥征兆吧。这我真的是没办法跟这个东王玩了，他大我开不了大。都死干净了。看他什么经济了，4200。我们在友好沟通，友好讲话。你看队友在好好沟通，你再好好沟通就一定能赢，你懂我意思吧？哎，别大好，问题不大。我不敢过去炸，我怕被他转死了。撤了，撤了，撤了。稳住。小心，他们那个后期韩信会稍微弱一些。我们把这个马可波罗养起来就行了，他6100，你看到没？我跟着他加钱是有用的，你不停的跟着他加钱就对了。把这个射手养起来，然后在这个中后期，你不要拖到大后期，你拖到中后期就很能赢。马可波罗就是经济好了后，别人抓不到他，他这个一技能扫下来，这个前对面那些都没有那种大前排，懂我意思吗？你要说东皇算不算大前排？我觉得东皇不算。他怎么敢过去啊？上路要抓了，他走了，朋友。复活没开到，我的问题，我以为他有大招，他有大招，我可以晚点开，我是这么想的。但我后来过去后，我没看到他有的有没有大。五魔女了，这个那个盾就没有必要了，继续慢慢拖吧，拖到后期我觉得有的玩。这把不是很好打，养打野就完了。你现在完全这一把就看这个很骚的这个兄弟马可操作的怎么样了，你懂我意思吧？大招刚丢，
好，秒了。他该不会打主宰了吧？没有。啊 ，OK， 炸死！你看这个马可波罗，他只要一起来，他这个装备很好，别人都不好玩的，你懂我意思吧？OK， 主宰一拿，这边一包。把魔女做出来，等一下我呢，你得有两个人去把那个银针的大招全部吃干净，对吧？那我们把这个银针大招一分，他就不好秀了。踩一脚，来给了个大招 ，OK， 他死了，啊，问题不大。你看这个韩信出来两波被全部被打死了，他就不好玩了。我复活，我拉我，是吧？别慌。哎，漂亮！哎，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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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当的好不好？是不是这个同学很感动吧？走起，问题不大。买盾，思考一下。好，现在这个他应该一万多经济了。你看对面韩信8700。我再跟他走一会儿，跟他再前进一会儿，这把就赢了呀，是吧？这一把从超逆风到现在，打着打着就有了，不急。如果这个兄弟不说骚话骚我的话，我开局内打字没有问题啊，但他老是骚我呀，你懂我意思吧？我这个受不了了呀。啊，我这个人又比较腼腆，他这样搞我，我招不住啊。别掉去，没事，别急着复活。啊，这一波了，他咬，我给他带偏了，他应该。真烦，我拉，给盾一波了，GG，是吧？你这个太乙真人的不是很难，带个射手是很好赢的，是吧？一般就是我看到这个，无论你是带这个后羿啊，还是带这个马可波罗或者李元芳，你带个射手去打野，这个射手成型很快后，基本上都很好赢，好吗？给他点个赞，来吧。什么？对面典韦没了？是的哟。你这么一说，他们是那边掉线了吗？太乙能再出个小打野刀吗？不行啊！你现在打野刀是那个。你有惩戒才能出打野刀，好吧？你要知道这个，它不是你这个随便可以出打野刀的，你得有惩戒才能出啊。我方禁用英雄。好，谢谢办卡的朋友，谢谢谢谢。我在一楼。谢谢看门老王，谢谢你。我在一楼，他们要啥？直接选了个达摩，他梦奇帮他拿，狂暴梦奇，牛黄解毒丸。老虎打野，张良中单，有没有说法？
怎么选？我不想辅助，我要拔刀，我要吕布，我不能让有人可以把梦琪按在地上打，我把吕布选了，这样梦琪会比较稳，懂我意思吧？什么？选了个庄周来跟我对线，你这不是开玩笑了吗？选个肉也行，好像不太行，算没大肉往里面冲了、啊、你现在这一把就很简单了嘛。哎，好像有点难了、啊、他这个我这个张良开大招，我去跳他脸上庄周解个大招，我好像也不是很好打，有点麻烦，但问题不大。嗯，啥铭文带的应该是红月狩猎加虚空，好吧，红月狩猎加虚空。太乙可以辅助刺客打野吗？也可以，也可以，他辅助谁都行。这个版本太乙就是出了那个辅助装备后，那个经济都让给了、那个他想辅助的那个人，所以说经济会特别快，好吧？你差不多你辅助那个人，他相当于是正常经济的 1.5 倍，很快就能成型，一成型就飞起来了，好吧？嗯，嗯，在他在对面，我看到了。嗯，还好我关了局内打字，不然他肯定要烧我。你别烧我好吧？啊，打不过，打不过，打不过！海军，哎，可以，他比我会装啊，这个人真的是可恶啊！这个野怪给我啊！你别抢好吧？我知道你要丢一技能了，但是这个距离，嘿，哟呵，你想法这么多，不好吧，朋友？你看，哎，嘘，我们走不走？我们不走，为什么不走？因为有一个神仙快过来，假装诱惑，反手一吸，横向一劈，他没闪现，他要死他，我感觉很好。哎，我觉得可以追呀、啊嗯。他不知道他没闪，没办法。嘿嘿，他就在这里骚。等一下，我买个。买个抵抗之靴，好难打呀，打我太痛了呀。哎，这不是那个老虎吗？这把有剧情啊，这个老虎不会到了我对面就不演了吧、嗯、我觉得他会演起来的，你觉得？嘿哈，他大，他有大招，我们跟达摩打始终很吃亏，这种亏吃的莫名其妙的，好吧？他在哪？你刚才去打我的鸟了吗？你这个人有点过分呢、啊，还有闪现了。我想起来了，你怎么想？哎呀，秀我没大了，你不难受了吗？哎，气不气？嘿，气不气？嘿，哎，你看他就这样打我，我打不动他，你说他过不过分？还有闪的。不折腾了吧，我不知道你要上，抱歉抱歉，我的问题。
哎，这真的跟我想的不一样。他刚才那一，他刚才过来抓的时候是没有想越塔杀的，这次过来刷想越塔杀，我没想到，因为我觉得那个人有闪现，我们并不会越塔。啊？好，谢谢东门下霜，感谢办卡的朋友，好吧，谢谢。他六级，给彼此一点机会，好吧。我被他压制了，人可聪明吗？酷炫，好吧。啊？啊，我下路塔就没了。完了，我真的是受不了了。是 AA 不死，你说气不气？开始撤退。嗯，烦。很逆风。他经济比我好太多了，我打不过。他刚才还拿了个红 buff， 我居然跟他烧不动。这是什么？这鱼追这么深？我又要认真打了，提到了，我就补大招。没大。我好被动啊，这一局半天没打钱了，这个等个破军等了这么久。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 从此刻开始。
打自闭了。他出来喝酒了。别吧，他是出来又要死了呀。献祭流。我懂了。这个献祭流很关键。学会了呗。他又有大了，我真的是受不了了呀。我感觉他能追得到，他应该先丢一技能再丢二技能。哟，可以，这个操作是没有问题的呀。我这把我在梦里赢了。我也在做梦了，现在就是他们说雅典娜喝了酒，我们队里面一个喝酒的，一个做梦的，我是那个做梦的。我很尴尬。快点，让我跳中一次！我要告诉大家，我没有做梦，我好得很。跳，干鬼，这都不中！哇，我的朋友，哎，这都跳不中，我真的好烦呐。这你再不中就说不过去了。哦哦，哇，这个诸葛亮挺好秀啊。哎，都是会玩，我终于跳中了一次，结束了吧。这把打得我很痛苦啊。人头经济差这么多，为什么会赢？命好啊！
对吧？是诸葛亮带我们飞的呀。他一个人带着我们翱翔，我醉了。突然感觉到这个游戏挺温暖的。我感觉很棒，能躺着局躺好就行了，你懂我意思吧？干嘛那么执着？还是那句信条，能躺着局坚决不 care carry。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在王者荣耀官方上面是公布了一个 ELO 计算方式。要说到这个 ELO 计算方式的话呀，很复杂。谢谢张大仙是个老二三三，感谢老克拉拉拉，谢谢爱迷妹的小娇妻，谢谢。ELO 算法是什么呢？整体来说，它评定你不是这个段位的话，你就必须带一个坑，你懂我意思吗？你要他觉得你在这个段位，你要发挥出了惊人的实力，那你下把你一定要带一个看起来不像这个段位的人，他就是这么一个神奇的算法，所以要让你的胜率无限的趋近于 50%， 是吧？你这样你才会觉得这个游戏啊，不停的有挑战性，你懂我意思吗？就是这个 ELO 算法。你们可能不信，觉得我这又在这瞎吹，但真的就是有这么个算法，好吧？哇，你这个小妖怪真的是好可怕，他又要跟我讲话了，是吧？他这个人名字起得挺文艺的，明月已深秋，是吧？听起来文质彬彬的，一张口就是骚话。小明啊，可以，你好好说话，好好说话。你选个小明，我打个诸葛亮，他把诸葛亮的拿了。不会，小明。经过上一盘的惨痛教训，我决定我需要再来打一次吕布来重新证明自己，你懂我意思吗？来看嘛，是吧？你看我这个胜率啊，当然是还是有两把刷子的，我们上一盘没表现好，这盘重新再来一次，你懂我意思吧？小明，加纳和露露，尊上香，可以。到敌方挑选英雄。真不会小明，他非要逼着别人玩，等下炸了怎么办呢？输了我咬断你，你看，这个同学嘴巴就很犀利，我怕。砍！真是受不了这两个人。这两个人，那是有。欢迎来到王者荣耀，敌军还有五秒到达战场。请做好准备，买双鞋，早起。全军出击！双辅助装，什么意思？你是只用连我？双辅助装只用连我啊？那应该是盾加上那个攻击装，传说中的双辅助装，只用连他。
哎，这个人的名字又很这么刺激的吗？这不是水友吗？这个水友又排到了我，我感觉很好。他那个拿达摩打了我一波，我这个是没办法，被英雄克制了呀。你现在选了个典韦，想把我按在地上摩擦？你怕是忘记了那盘老牛带给你的伤痛了吧？过来，好好吃刀，痛了没？好，谢谢选伤163，谢谢你，感谢你的超级火箭，是吧？我这一盘看起来不是很复杂，我自己打我自己，怎么样？你别摩擦我就行，那你好好过来吃一刀好吧？牛肉丸警告，我来吃刀，对，吃一刀，好的，再吃一刀。再吃一刀，再吃一刀，乖，哎，怎么这么不懂事呢？吸一口，吸一口，搞个盾，哎，嗯，你过来呀！战场由我一人主宰。An ally has been slain。横劈，重击。感觉有杀气，清完兵就赶紧跑。你吃吧，你吃吧。嗯。嗯。你有想法？我也有我的想法。嗯，吃口药，问题不大。咱们把这个破军给做出来。开始撤退。啊，中路又有好多人去抓他了，他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关直播了，卡飞了，是的，别看了，好好过来吃刀了。嗯，让我砍你一刀好吧，挺好的吧，你再让我砍你两刀，再砍一刀，再砍一刀，哎呀，你听话呢。嗯嗯哼，来呀，吃两刀啊，你要清这个兵吧，吃两刀，吃两刀，怎么算了，我又感觉有杀气，我们还是走吧。战草里面打这个野，你要看他们人来不来，有想法。哎，你这个人，我真的是。行吧，气不气？气。开始撤退。别。带到塔下来了，这你不死，那你还可以啊。